大家好啊！又到咗今个星期咧嘅俗友通讯站啦。今日咧个安排有啲特别，因为咧 Debbie 去咗澳洲啊。嗱，听清楚系澳洲唔系澳门啊，所以咧我拍档就改咗，由 Lex 哥顶上嘅。系，我见你坐咁端正啊，我都想正少少先。但系咧点诶？你下次可唔可以着一啲瞬间让半球嘅衫嚟嘅？有啲难噶，因为如果我着咗咧，下一集 Debbie 点算啊？系啊，我知啊，即系咩 Debbie。即係唔會養，即係養唔起咯。哇，好衰啊！唔係佢唔養波啫，係咪先？佢唔養波，養球係咪？但係佢 Debbie 去澳洲嗰度做咩啊？你知唔知？佢梗係有嘢做啦，咁靚女，梗唔係雙體啦，係雙體係揾俾我啦，係咪？你唔使啊，邊個等你？邊個等我啊？我唔講呢度。啊，好衰啊！好想知啊。咁我哋講翻低俗嘅事務啦。嗱，我哋目前咧就誠意聘請一個廣告經理嘅，我就唔講太多啦，等鱷魚講翻去片啦。我哋快啲，快啲！各位族友、亲爱嘅手足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！有少少嘢咧，又要再拜托大家帮帮忙啦。随住低俗频道咧嘅业务嘅发展咧，同埋 MIHK 嘅网上边嘅购物频道咧，亦都系开始咧就系、越嚟越多嘅客户啦。咁咧，我哋希望咧。可以咧，再揾多啲嘅老友記咧，係一齊去幫手，而加入呢個 MHK 嘅大家庭嘅。我而家咧係希望物色緊一個全職嘅 advertising manager。其實咧，我哋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啲曾經從事過媒體嘅銷售團隊嘅老友啊，即係可以行內叫 media sales 啊。即係如果你係近排，哎呀，真係好唔好彩啊！蘋果又大兜人啦，亞視又嚇、啊，你知又接咗啦。咁啊，咦，做開賣媒體、賣廣告，手上邊有好多嘅客户群喺手上面嘅咧，咦？你想揾人嚟幫下手一齊合作嘅咧，咁就好希望咧，你可以加入我哋 MHK 依個大家庭咧，做我哋嘅advertising manager 嘅。年資不限，但係最好咧就有曾經做過media sales 嘅經驗啦。咁除咗幫我哋咧就係去兜售我哋喺唔同嘅頻道嘅廣告時段落廣告啦，同我哋嘅客户，同埋亦都可以希望咧係可以同唔同嘅香港嘅本地商號咧去傾下，有冇興趣發展佢哋嘅網上邊嘅店鋪啊？嗱，如果你而家你留意我哋平時喺低俗頻道或者喺 MIHK 生活台見到嘅。一啲新嘅客户啊，佢哋已經開始有佢哋自己嘅廣告嘅宣傳片咧，去推介佢哋嘅業務同埋佢哋嘅產品嘅。而咧好簡單，一個 click 就可以即刻上 store MHK TV 裏邊咧去訂購佢哋嘅產品同埋佢哋嘅服務添。咁好希望咧，我哋依個網上面嘅頻道嘅新媒體咧，係可以融合咗落廣告啦，亦都係可以為唔同嘅本地嘅商號咧去推廣，同埋去利用網上面嘅媒體咧去銷售佢哋嘅產品同埋服務嘅。嗱，年資不限，有媒體嘅銷售經驗為優先。咁依個 post 亦都係我唔限係請幾多人嘅，有啱嘅人咧我就去同佢合作嘅。有底薪，固定嘅五日工作，但如果你想做 OT 嘅，冇人會抗拒你嘅。任何時間都可以工作，因為我任何時間都係工作緊嘅，亦都我哋可以係早啲做到 quota 咧，亦都係唔使咁瘦嘅，咁咪可以好 flexible 彈性嘅時間。甚至無你自己已經係一個 media sales， 喂，你想做多份兼職唔俾人知咧，靜靜雞揾我都 OK。我哋急需啲嘅人才，去方便我哋去擴越開大我哋嘅水喉啊，去揾多啲嘅生意翻嚟。唔淨止淨係要做一啲好嘅節目，我哋亦都要將啲好嘅節目、好嘅平台去介紹俾一啲優質嘅客户，去宣傳佢哋嘅產品同埋宣傳佢哋嘅服務。靠曬你，大佬，射住小弟。好啦，翻嚟啦！睇完咧鱷魚嗰句，我哋唔會抗拒你嘅聘請呼籲啦。希望各位有興趣人士咧，快啲行動，加入我哋嘅低俗大家庭，同我 Vian 同埋其他人一齊做同事啦。做 Daddy。好。另外咧，我哋低俗嘅三月咧，嘗試唔少新人士、新作風，更加多嘅新節目時間表，喺3月14號正式運行嘅。睇下個表先。
咦，我見到咧，即係譬如誒呢個月開始啦，即係星期一要八點至八點半啦，開始有炒股達人啦，咁即係大家想投資要多啲睇啦。咦，我見到星期三有啲特別安排喎，我見到嗰個有仙人靚湯啦。冇錯啦，就係因為咧，我哋有仙人靚湯頂上，所以咧，菊花台咧就暫時同大家休息一陣先啊。咁我亦都見到啊，有淪陷啦，有星期二我陣間介紹一下啦，係我節目啦，同埋有十枝蛙都掉咗時段，同埋藍皮書有閪節美食家，同埋我咧仲見到你即平時星期二咧，咁你放工之後咧，仲專登留低，跟住次次見你 post 啲相就飲湯嚟，原來你平時專登留低就飲仙人嘅靚湯，咁究竟佢啲湯咧好唔好飲先？梗係超好飲啦，唔單止有益添，仲對身體好啊！上次煲完咧冬菇發菜喎，冬菇發菜啊，有冇發菜啊？有喎，我都想啊，我皮膚就發財咗，好咗啊！大家睇到嗎？唔怪之你皮膚咧越嚟越靚啦！啊，原來全靠仙人靚湯好，咁我以後星期二都專登留耐少少去飲埋仙人嘅靚湯先。真係嘅，嗯。嗱，仲有啦 ，Hong Kong Survivor 啦，會有繼續咁多好介紹，大家要留意 Licky 啦，有咩好介紹啦，同埋新節目《零舍盞鬼》播出之後咧，反應都好好啊，因為咧酒客詩人咧絕對唔係浪得虛名噶，佢講故仔咧真係特別生動同埋好聽噶，資料又充足喎，所以咧今個星期咧繼續收睇《零舍盞鬼》，而濕之蛙咧下個星期開始咧播放時間咧就會改到星期四晚上11点至11点半緊。接住咧，《現代豪俠傳》之後播出啊！嚇，唔係嘛？咁原本濕之蛙時段點算咧？唔會冇節目做啊？咁梗係唔會啦！濕之蛙搬到十一點做咧，係因為要啲題材啦，同埋啲內容啦，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啲咧，更加爆啦，等啲觀眾更加吸引，你明唔明？吸睛啊嘛要。原本喺星期二21点啦，至到22点呢段時間，即係9点至10点啦。就會由Lick哥嚟嘅新節目頂上咯。啊，咁我新節目啦，其實就叫淪陷嘅。咁聽個名咧都好似有，有啲好似有啲震撼，我唔知震唔震撼啦。但我上個星期就同一個敢死隊啊，又有小豪啊，有喪波啊，有一啲好神秘嘅嘉賓咧，就一齊去香港嘅淪陷區就拍片。咁大家想知咩叫淪陷區啊？咁究竟即係香港點解俾人話淪陷啊？甚至被人話赤化，話依家香港好危險啊！好似去上水，仲好似翻咗去過咗路橋，好似翻咗深圳，甚至唔知翻咗去邊度。哦，其實我覺噶，所以我好少去嗰度。好少係啊，但係我識得好似一啲三廣明星嘅主持就成日去嗰度禁鐘嘅，咁佢就話俾我聽咧，即係嗰度都幾危險，即係禁鐘啦，你唔知咩啦嚇。哦 ，OK， 咁我要睇下你嘅節目啦，先知啦。所以即係大家一定要留意淪陷同埋我。去完拍完外景之後咧，我自己都好滿意。咁大家就記住啦，下禮拜二就開始9点至10点由我主持，亦都會有神秘女嘉賓、女主持一齊去主理嘅淪陷啊！好，仲有啊，藍皮書咧會有最新嘅 segment 啦，就係西瓜頭大隊嘅sorry， 係咪要講係煎美食家 ？OK， 咁咧，煎美食家係唔緊要啦，係煎美食家會去食遍全港九新界，邊行邊食啊！好食嘅店咧就會大讚，唔好食嘅店咧就會照鬧你，務求咧俾大家知道邊啲嘅食店咧先係有心有個 heart 去做食物，邊啲咧就屌啊，行開啲啦，真係閪知啦，係咪？係啦，都幾閪知。冇錯，而今個星期咧嘅藍皮書嘅嘉賓咧，大家可以估一估啊，因為咧大家應該都幾熟悉佢，同埋亦都可以好陌生嘅。係啦，皆因咧佢表面一個打工仔，亦都係一個音樂人喎。但原來咧，又係一個浪子，仲要曾經咧喺美洲流浪喎。而傳說咧，依位浪子身上咧發生過一件哇，係男人都想要嘅事啊！咩善巴閉啊？就係俾啲男米妹妹執事咯。咁好，咁搞笑，即係俾男米妹妹執事啊？係啊，但係咩係執事啊？嚇？咩叫執事啊？執事即係你醉咗，我騎上你度撥正你。咁啊，咁。都好嘅，係咪先？嘅咁呢個星期即係一定要去睇《藍皮書》，不過邊個咁神？又浪子又音樂人，係啦，咁就梗係要睇《藍皮書》啦。係啦，同埋今個星期大院有落咧，就帶大家去回味一下80、90年代夜攤店究竟係咩一回事？係咯，咩叫夜攤店咧？夜攤店咧，我細個聽過咧，就好似將啲多餘的碗碗碟碟啊，定係嗰啲酒樓咧，佢倒閉要執笠啦，就擺曬出嚟就俾人賣，咁唔好嘥啊嘛。哇！唔知係咪咁咧？
OK， 而大院有落咧，个团队咧就会走到去古董街，带大家睇下有咩千奇百怪嘅古董，随时执到宝，原来就喺身边啦。嗯，系啦，而且咧大院咧将会播出香港南极旅游特辑，同埋咧就同大家去游历蒲台岛嘅。蒲台岛，咦，正喎呢个。蒲台岛啊，嗯，诶，快啲出片睇下。嗯，咁其实咧，物理號就話其實蒲台島咧係一個好風水的地方嚟，咁所以就好多關於陰宅嘅嘢。咁而最得意嘅地方咧，就係咧依度嘅陰人咧，比陽間人咧更加多。嗯，咁啊係啊，真係。係啊，過去歷代多年嘅死咗嘅村民咧，喺度累積咗又比較多。嗱，我哋睇下後邊啊，阿俊，你轉一轉後邊。有幾個靚女嚟？有幾個靚女嚟㗎啦？幾個靚女係嘅，係啊。OK， 咁啊，佢哋行山裝束有啲出咗事啦，我覺得。OK， 睇翻啦，點啊？你冇試下啲海鹽啊？點啊？好撚鹹啊！依嚿咧就係傳説中嘅真人石啊！你睇個真人嘅前面企喺度，只要佢企喺度1,500,000年咧，就係另一個真人石啊！OK， 但係真正嘅真人石就喺前面冇幾遠嘅，大家去睇睇啊！而今個星期咧，客家佬同十三妹咧嘅台中台北旅行團就會出發啦，由星期二咧玩到去星期六啊，5日4夜。而鱷魚咧都會帶埋拍攝配一齊去噶，會拍翻咧啲精彩特輯同埋過癮嘅嘢翻嚟噶。嗯，由於咧 Billy 都會去台灣啦，佢話咧見到十三妹全家女將過去啊，仲話咧哇個個都正過十三妹喎，真係，所以今次咧一定要去喎。而且今個星期咧《啤梨漫步》同埋咧《現代俠號號俠傳》啦，都會有特別安排嘅。嗯，即係安排咁由於啤梨就聽日開始，即星期二開始唔喺度啦，到星期五。咁我星期二、星期五都安排咗唔同嘅嘉賓就會上嚟個節目啦。咁星期二嘅嘉賓就兩位好出名嘅。可以話係即係社運嘅前輩，一位就姓鄭嘅，一位就姓梁嘅。哇！星期三啦，不過都幾靚仔嘅。咁星期三就兩位社運女神就會上嚟，兩位係好靚女啊，即係兩個都唔同嘅特質啦。咁星期四就一班係後生仔，可以叫做散兵。咁星期四咧，佢啤你唔係啤你漫步之後啊，最夜即係濕枝。濕枝蛙。下星期先開始濕枝蛙就現代豪俠傳咧，就會請咗兩個青年新政嘅人士上嚟。咁其中一個咧就大家成日話心目中好中意遊 BB， 所以各位啊遊 BB 嘅 fans 咧就記住星期四要留意現代豪俠傳。咁另外星期五咧就有中大新嘅學生會星火嘅，即係男男女女都會上嚟撐場，所以今個星期有啲啤梨漫步同見到豪俠傳啦，即係我包保係有新鮮同驚喜俾大家睇下咧。希望大家滿意啦，各位仲有我哋而家有咁多改革，即係證明我哋好有心為低俗啦嘅發展，作為一個一流嘅本地網上電視台投資咗資金同埋咧資源啦，都會大量增加嘅。咁為咗咧唔想將貨就價，嚟緊四月咧，鱷魚就話會加價，係啦，所以咧就會用翻依啲嘅錢嚟去抵消咗我哋咁付出嘅努力。冇錯，即係尤其是要買衫俾 VN 做咩？瞬間養半球都要錢㗎、啊，又係我啲化妝品啊？點啊？咁希望大家啦，唔好淨係為咗啲化妝品，為咗可以請更多好似鐘大新啦，或者其他唔同嘅嘉賓、女神啦、啊，係啦、啊，女神啦、啊，又或者去唔同嘅地方，咁我哋都要車船津貼㗎嘛。咁、大家記得咧，收睇我哋低俗，同埋快啲過嚟同我哋續約啦！唔好每次交一個月，最好每次交兩三個月啦，咁我就唔使咁麻煩啦。同埋最好即係我都呼籲係大家其實係用 auto pay 嘅。嗯，即係因為auto pay 咧就唔使，第一唔使咁麻煩啦，咁第二即係唔會突然間，原來我上個月唔記得俾錢啦，突然間冇節目睇咧，嗰下係好 sad 嘅，即係譬如我突然間我想睇阿 Debbie 同埋你做通信站，咦唔見咗咧，咁就即係會心情都會好低落。
其实咧，我每一次听到电话咧，佢哋都会好嬲咁，但系我睇唔到啊，点解？系因为服务未过咗期咯，希望大家可以准时交费啦。同埋咧，鳄鱼又话好快咧就会公布一个新嘅 package 啊，就系一个价钱。就可以睇晒所有我哋低俗频道 MHK 同埋啤梨漫步三个台嘅所有节目，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切勿留意啊！新嘅 package 出嚟，大概就会喺四月推出噶啦。即系，不过我今日都好开心，我一拍阿 VN 做呢个俗友通讯站，不过我相信啲俗友就唔系咁样反应，都想下礼拜快啲叫阿 Debbie 双完睇之后就翻翻嚟啦。因为佢唔系双睇咯，唔好咁啦。下个星期咧 ，Debbie 就会翻嚟噶啦。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各位谲友见面啦，拜拜。拜拜。